中对你的眷恋，回也回不去。除不完的尘埃，拂不去的阴霾，承诺已不再是慰藉，该如何面对彼此的伤痕？希望我俩还有明天，能再次缠绵。摆满了旧的东西，哪里有地方再装新的呢？你女儿目前最好的治疗不是手术，是给他一个最接近大自然的环境，让他有生之年尽量快乐。